今天可以来到高雄，跟大家一起度过2018年的最后一天。旁边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2018年，不知道台下的朋友们过得怎么样，但是我今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去挑战我自己，然后希望你们大家看到我，可以感受到，可能我有些进步。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新的作品。那当然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我们今天一起把2018年不开心的事情放在脑后。但是2019年会是很棒的一年，而且我知道2019年会是高雄很棒的一年。OK。今年呢，我去参加了一个比赛，你们知道吗？这首歌是我在比赛里面的一首歌曲。今年我去参加了新说唱，这首歌叫 I am the man， Let's do this， 高雄。Over and over again， 从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机会。